四分钟。咱们今天的花季从今天起，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阳明山管理局新任的金局长跟我们说几句话。局长，这个阳明山啊，是在一片成为大地不花怒放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所有的花季啊，有一年来，那么这次呢，刚碰到各大代表们在阳明山开会，全球的总统跟着阳明山三番增加了不少的官用啊，不在这里啊，这个在阳明山呢，像这个宫廷各位各大代表，现在阳明山的花园繁华，同时也宾至中外，现在要翻过一个他们的关，现在阳明山繁华，目的是几个，像所有的拜个晚年，谢谢各位。您非常结实，您对于今年阳明山的花季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措施来迎接这个花季？啊，我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工友们啊，来简单的带着微笑的脸孔来为社整体为各位服务。同时呢，我在这里啊要说一下，就是说每一年阳明山的花季啊，游客都是成千成万。刚刚金局长已经说过，要尽最大的力量，使得服务的人员为大家带来更大的方便，使大家的身心更加愉快。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到这儿来的游客们都能够拿出一点公德心，维护阳明山的名花跟美景。谢谢各位，谢谢各位。